渔民出海捕小管，突然从海面浮出潜舰，看起来相当大骚，吓到赶紧拍下来，来看一下当时画面。他的潜水艇被大黑给牵了，有一段距离，努力放大再放大看是什么东西。他们推测有可能是中国大陆最新型的唐吉诃潜舰，发生在澎湖。今天清晨5点多，渔民在海峡中线附近进行海上作业时，发现一艘中国大陆潜舰，之后还有其他疑似军舰赶来支援，可能有故障，随后都往中国大陆方向驶离，让大家绷紧神经，因为渔民不知道对方意图是什么，还是自保要紧，赶紧收起作业器具，加速离开水域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